小朋友，在这里干什么呀？跳动舞啊！哇，好玩吗？阿姨带你去玩啊！妈妈救命啊！妈妈救命啊！哎呀，你们谁呀、啊？谁呀、啊？把我孩子放下来！小丽，干嘛呀你？哎，干嘛？哎，怎么就是你的孩子？搞你好命啊！打！快点，我先打，打我先打我！快点干他！你先上车！救！嗯，救女人！救女人！救！救命啊！有没有人啊？救命啊！哎，救命啊！哎呀，跑了跑了，怎么办呢、啊？有没有人啊？哎，干嘛呢？不转啊！我两个小孩被人抱走了。被谁抱走了？我不知道啊，下来两个人在，我在里面干活呢，就是看到一辆白色的车，还有一个穿着白色衣服裙子的女人呢、啊哎。那么猖狂啊！那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敢做这种事情，怎么办？我打电话给保安。啊，对对，肯定没跑远。喂，保安呢、啊？小猫家两个孩子被别人坏人捉走了，你快点在那拦截住啊！绝对不许人跑过去，尤其是白色的车、啊，尤其是白色的车，反正发现什么可疑的，你通通都不给过去，明白没有？好好好好，哎呀，我们先追过去。哎，好好，走，追。哎，什么喇叭？按什么喇叭？真的是。你那个保安，怎么回事啊？没有车了不起啊？你没看到是什么车吗？婚车啊！婚车很大吗？哎呀，今天啊，我弟结婚，我弟最大，你就要保安在这里拦路，凭什么要拦路啊？哎。我们村啊丢失了两个小孩，村长安排必须所有车辆都有拦，你们这么嚣张干什么？哎呦，什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竟然不知道现在法治社会竟然还有人贩子这么猖狂啊，那也没说是什么人干的啊，就说一辆白色的小车啊。哎呀弟啊，他们村丢失孩子啊，那关我们什么事啊？白色的小车千千万，只有我们一台吗？而且我们这台是婚车，今天我结婚了，跟我老婆急着回家拜堂成亲啊，你知道吗？我不管你们呢，车辆也必须要检查，婚车也不能放过。哎呀，不能检查，你一个做保安的，等一下你检查了，你让人家新娘子到时候啊一怀孕到时候生入孩子出来也是跟你一样做保安的命吗？不能检查，没有这样的说法的。那行，不检查就不检查，你们在这里等着，等我们村的人过来了，看来是看好人。哎呀，等你们村的人过来，那我要等多久啊？这个吉时不能误啊，良辰吉时啊，人家要看着时间洞房的，知道吗？应该很快的，就几分钟。快了，一看这种人啊，就是没结过婚的那种，还是打光棍。老弟，不跟他说那么多，今天啊，你大婚的意思，干脆这样，给一点钱你，来。哎呀，我是正义的保安，我不要钱。我知道你是正义的，但是你这样子拦着我们，那不是耽误事吗？不，我看你在这里啊，哎，你看站岗那么辛苦，拿点钱去买点水喝。哎呀，那你们着急赶时间的话，你们就让我检查一下。那你去检查。哎呀，我老婆我还没看呢、啊，你就想去检查、啊？你就想看新娘子啊？你什么意思啊？你这保安？那行，那待在这里等着耗着。你这保安真是晦气呀、啊！我老妈千叮万嘱的说，半路不能下车，不能下车。今天啊，你让我下车了就晦气，我还没叫你赔钱呢。嗨，我让你下车吗？是你自己下来的。那你拦着不让我过去，我不下吗？嗨，我们村丢失了小孩，我肯定要检查。是他们不让，是你们村又不是我们村，我们这个村啊没有小孩。不管，我必须检查。检查？检什么查？是。嗨，怎么有两个小孩晕倒的？哎呀，那两个孩子啊，用来滚床单的，知道吗？寓意滚床单。不行，你们很可疑，必须要等他们过来。你等？为什么要等？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我们三个人还怕你啊？老弟，把他干掉，把他干掉！打不了。哎，把他打人啊！晕了，哎呀！哎呀，拖过来过去，快点，拖过来过去，拖过去。哎呀，真的是，小云姐，哎呀，好了，你这个臭保安。啊！让你检查，臭保安，敬酒不吃吃罚酒啊！让老娘下车，我让你下车，我让你下车！好了好了，赶紧去开车，在这里睡吧，拜拜！快快快！哎，保安人呢？人呢？哎呀，怎么在这里睡觉了你啊？起来！哎，起来！谁醒啊？起来！你怎么在这里睡觉啊你？什么意思？
这里在这里严加盘查，你睡什么觉？上班时间你竟然在这里睡觉？车呢？什么车呢？车呢？我刚拦了一辆车，婚车，车上有两个小孩啊。哎呀，那肯定是我儿子的，那车呢？现在呢？那你干嘛不把他拦住？就是，还在这里睡觉，什么意思？你我把他拦住了，哦，让他们把我打了一顿，可能把我打晕了，他们可能跑了。还把你打晕了、啊、是啊，太猖狂了，这些人真的是，哎呀，你也是啊，像你做保安、哎、像你做保安你这点拳脚都没有，真的是还让人给放倒了。你人家几个人？人家三个人，两个女的一个男的。我告诉你啊，我不管你啊，我小孩要是找不回来啊，你这个保安不用做的，到时候啊我报警，我说你也是同谋。哎呀，真的是急死我了、哎、你怎么能乱说呢？找多久了？我不知道啊，我晕倒了。哎呦，真的是！赶紧打电话报警去。哎呀，喂，报警中心吗？哎呀，我们村不见了两个小孩呀、啊，连保安都被他打晕了。看来那些人呐、啊，有点拳脚啊。你们快点过来啊！你记得车牌号码吗？好好好，车牌号码都不记得、啊。哎呀，我们先追过去看看再说了。走啊！